这样讲的好像就是嫁入那个家庭里面的妇女的那种生活。对，你可能不愁吃不愁穿，但是你就是得要被困在这个家里头。你觉得婚姻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以前对于我来说就是幸福，就是你知道 happy ending， 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觉得一段感情有了一个结果。童话故事都是这么讲的。后来就觉得婚姻是一个关乎到两家人的一个事情，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事件。上面是有虾吗？这个你好，我想问一下这上面这是什么？蟹肉棒，你能吃吗？